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Mandarin class. My name is Sisi, 我是 Sisi Laoshi. This is HSK 4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In this series, we will follow this textbook's HSK 4 standard course. Please have them ready in hand. After each unit, please do your best to read, translate the conversation and articles, and finish the exercise. For those of you already learned HSK 4 Intermediate Level before, this series is still good for you to recap.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he Lesson 10 Vocabulary Part 2. Let's start. 经济, economy, 经济 现在经济不好, 很多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毕业生, graduate, 毕业生 现在经济不好, 很多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现在经济不好, 很多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这几年, 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 发展, to develop, 发展, 水平, standard, level, 水平, 提高, to improve, 提高, 这几年, 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 这几年, 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他创业的那几年，母亲在经济方面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创业 to start a business 创业方面 aspect 方面支持 to support 支持 他创业的那几年, 母亲在经济方面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他创业的那几年, 母亲在经济方面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条件, condition, 条件。 有的人认为, 经济条件越好的人就越幸福。 经济, economy, 经济, 幸福, happy, 幸福。 有的人认为, 经济条件越好的人就越幸福。 有的人认为, 经济条件越好的人就越幸福。 他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 符合, to accord with, 符合, 招聘, to recruit, 招聘, 要求, requirement, 要求。 他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 他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我母亲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上不起大学，高中一毕业就去找工作了。毕业, to graduate, 毕业。我母亲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上不起大学，高中一毕业就去找工作了。我母亲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上不起大学，高中一毕业就去找工作了。富, rich, wealthy, 富。钱越多不一定越幸福。 其实有些富人过得并不愉快。
其实 actually, 其实。富人 rich people, 富人。钱越多不一定越幸福。其实有些富人过得并不愉快。钱越多不一定越幸福，其实有些富人过得并不愉快。只有经济发展起来，国家才能富起来。国家富起来，人们的生活才能好起来。经济 economy, 经济。发展 to develop,发展。只有经济发展起来，国家才能富起来。国家富起来，人们的生活才能好起来。只有经济发展起来，国家才能富起来。国家富起来，人们的生活才能好起来。穷 poor, impoverished, 穷。虽然生活很穷苦，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苦 bitter, 苦。放弃 to give up, 放弃。虽然生活很穷苦，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虽然生活很穷苦，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这个小孩子家里很穷，父母没有钱让他继续上学。父母 parents, 父母。继续 to continue,继续。这个小孩子家里很穷，父母没有钱让他继续上学。这个小孩子家里很穷，父母没有钱让他继续上学。幸福不是钱能买到的，有些富人过得并不愉快，有些穷人却过得很快乐。穷人 poor people, 穷人。幸福不是钱能买到的，有些富人过得并不愉快，有些穷人却过得很快乐。幸福不是钱能买到的，有些富人过得并不愉快，有些穷人却过得很快乐。由于 because, since, 由于。 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等 etc, and so on, 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例如时间、感情、生活经历等。例如 ,such as, for example, 例如感情 ,affection, relationships, 感情经历 ,experience, 经历。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例如时间、感情、生活经历等。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用钱买到的，例如时间、感情、生活经历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非常多。城市 city, 城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非常多。
抽烟、喝酒等坏习惯都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抽烟 to smoke， 抽烟。习惯 habit， 习惯。健康 health， 健康。影响 impact， influence， 影响。抽烟、喝酒等坏习惯都对健康有很大影响。抽烟、喝酒等坏习惯都对健康有很大影响。比如 ,for example, such as, we will talk about it later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橡皮 ,eraser, rubber, 橡皮。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巧克力。比如 ,for example, 比如巧克力 ,chocolate, 巧克力。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巧克力。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块橡皮，一块巧克力。用铅笔写的字可以用橡皮擦掉。铅笔 pencil， 铅笔。擦 to wipe， 擦。掉used after a certain verb indicating the result of an action. 擦掉 wipe away. 擦掉用铅笔写的字可以用橡皮擦掉。用铅笔写的字可以用橡皮擦掉。我可以借你的橡皮手套用一下吗？借 to borrow， 借手套 gloves， 手套。我可以借你的橡皮手套用一下吗？我可以借你的橡皮手套用一下吗？糖 sugar， candy， 糖。糖、巧克力吃多了，对小朋友的牙齿不好。巧克力 ,chocolate, 巧克力。小朋友 ,children, kids, 小朋友。牙齿 ,tooth, 牙齿。糖、巧克力吃多了，对小朋友的牙齿不好。糖、巧克力吃多了，对小朋友的牙齿不好。这咖啡太苦了，给我放块糖吧。咖啡 ,coffee, 咖啡。苦 ,bitter, 苦。放 ,to put, 放。这咖啡太苦了。给我放块糖吧。这咖啡太苦了，给我放块糖吧。低 low， 低。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态度 attitude， 态度。决定determine， 决定。感 feeling， 感。高 high or tall， 高。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
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幸福感的高低。在小城市生活，虽然赚得少，但是房子便宜，生活成本低。赚 to earn money， 赚便宜 cheap， 便宜成本 cost， 成本。在小城市生活，虽然赚得少，但是房子便宜，生活成本低。在小城市生活，虽然赚得少，但是房子便宜，生活成本低。你的收入不低，怎么每个月钱都不够花呢？收入 income， 收入够 enough， 够花 to spend， 花。你的收入不低，怎么每个月钱都不够花呢？你的收入不低，怎么每个月钱都不够花呢？答案 ，answer， key， 答案。幸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标准 ，standard， 标准。不同 different， 不同。理解 understanding， 理解。幸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幸福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一直没找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找到 ，find， 找到，满意 ，satisfy， 满意。我一直没找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我一直没找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答案到底哪个是对的？到底 ，to the end on earth， 到底，对 ，correct， 对。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答案到底哪个是对的。我也不知道这两个答案到底哪个是对的。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Next lesson, we will continue to lesson 10 grammar section part 2.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do leave your comment below and I will be very happy to get back to you. Please subscribe if you like my video. You can also find Chinese beginner level, elementary level, and intermediate level in the playlist of this channe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我是 Sisi 老师. I will see you very soon in the next lesson. 谢谢,再见,拜拜.